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专家学者，大家上午好啊！我来自意大利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我叫孙林。接下来呢，非常荣幸能够主持两位教授的讲座。首先，我介绍一下常俊岳教授。常俊岳教授呢是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清华教学名师，新疗人才，省高校攀登学者，省级教学名师。常教授呢长期从事外语教育教学及研究工作，主持天勉鉴定完成三项国家社科课题，包含重点课题，完成各级课题20项，发表论文132篇，出版专著6部，主持开发教材词书117部，2部呢获得国家级的规划教材，7部获得省级的规划教材，3部获得省级教材建设奖，获得国家教学成果2等奖，省级教学成果1等奖5次，奖或各级奖励呢10次。常教授负责建设的英语专业或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及特色建设专业的建设点，建设的教学团队呢或省级的优秀教学团队，负责建设的课程或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及省级的精品课程。常教授呢还兼任省，还兼任教育部指导委员、英语专业教学委员分委员会的委员，英语教学研究会的副会长，国家大中小学外语教学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的特地研究员，还担任中国外语期刊编委等各项工作。那下面呢，就让我们欢迎常教授做关于教研同频、师生共进、对外语教师发展的这个思考的讲座，请大家欢迎。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同仁，大家好。非常感谢孙老师的介绍啊。感谢呢复旦社我们学校呢共同来做这项事情，和大家呢有这次交流的机会。今天呢，我汇报的题目是教研同频，师生共进，对咱们外教师发展的一点认识思考。我不是做学术报告。今天和大家聊天儿，谈一谈咱们共同从事的这个工作。谈完之前呢，我真的特别想表达自己的一份感激。刚才呢，两位领导啊在介绍当中也在谈，始终在关注我们的教学、我们的人才培养，包括我们教师的发展。无论是从学校角度，还是从出版社的这个角度，出版社呢就是多少年这个情分在这儿，再加上呢我们的老校长确确实实我的恩师啊，难忘，我就觉得受益特别特别多。今天有机会大家在一起交流呢，也是得益这些。今天郭强处长呢特别介绍了大概的情况，我真的觉得一个学校要搞教学，要搞人才培养，一定出问题。哎，郭强处长是当年我们教务处老处长，我是得益于我们教务处所开展的一系列的工作，所以今天呢能和大家交流这些事情呢。也和这些啊观念特别的近。我为什么谈教研同频？刚才是教学科研，教学科研。如果是在读小学，我们就教书就行了。哎，我们琢磨琢磨把书教。但是在座的，我了解到都是我们大学，无论是中外还是那个高职等等这块，我们老师、我们的骨干、我们的主任们，我说别忘了研呢，教研同频，只是教书还不行，那是培养人才。培养人才，同时把自己培养一下，把自己培养好了，人才才能培养得更好。所以呢，想来想去，好多题儿，我最后还是给出版社的，我说我就谈这个题儿吧，和老师们联系比较紧。
生共进，就是说学生有进步，老师得有进步，不然的话呀，我们就落后了，我们就麻烦了。去年呀，大家知道，我们应该是外语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AI 来了，还有网红在那儿瞎说一起不懂，把我们外语这块呢搞得是大家人心惶惶。所以今天咱们唠这些事儿，我觉得呢，应该是和我们密切相关的，涉及到我们自身发展，涉及到学生培养。今天谈这个题儿呢，我在想，大家呢可能熟悉这些文件，前边的白板没有彩色的，和在座的很多老师密切相关的。这是教育部发的文件，发的文件呢是高等职业教育专科研。其实咱们这儿开发教材还有本科呢，那个绿皮儿的是什么赵院长，我们的这个赵教授，他们的成果，英大型英语教学指南，所有这些啊，我们觉得就是文件，与我们有多大关系？与我们关系太大了。你如果说以前没看过文件，我们有短板，我们走不远，我们必须得关注国家的文件，国家让我们朝哪儿走，这些呢，我们得知道。所以呢，教研如果其实从这地方开始了，我知道背后赵文教授他们为出这个大学英语教学指南费了很大的功夫，做了调研的，他不是直接出这个，他把后边的课程思政都是经过调研的，哎，这种私下沟通呢，了解到很多，所以任何一个方案的出台，都有一批人做研究，你说老师干嘛？你也得做研究，你的力量很可能影响到国家文件的制定。为什么这么说？我个人确实体会，一会儿和大家交流。所以上述的一些呢，貌似和我们老师没什么关系，其实关系很大。能不能做研究？我说能做研究。不仅那个大教授们做研究，我们一般的老师我们也做研究，有可能要推动整个的指南、国标或者是课标的这个撰写研制。再看大家呢，在座我也知道，几乎每个人都是专业毕业的，外语专业、教育教学这些事儿，其实一谈这些事儿，我想校长我们呢是特别关心。为什么？我们都在关注学院、关注学校这些事情，一定要关注培养目标、指南、国标要关心，培养目标、规格、课程体系、教学要求、教学评价、教学规律、教学条件、质量管理这些事情，我们必须做。为什么要培养人才？其实每一项的背后都是大量的研究课题，这是很多老师你注意到的。总觉得那些事儿啊，都是别人的事儿，都是大教授的事儿，不是，就是我们的事儿。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每一个院长、主任都要做这些工作，开搞对应建设、课程建设、教育改革、实践教学、教学科研、国际交流等等。你以为这些就是事儿啊？在常老师看来，背后全是研究。研究做不好，这些事儿很难做好。但是呢，有点可惜。可惜是呢，这么多研究课题，我们的主任、我们的院长有事给忘了，总觉得这些我忙啊，我忙啊，忙了半天，背后没做自己的科研，没围绕着他去做研究，这是我感觉特别遗憾。我告诉大家，这是我们最大的财富，去了这些财富啊，我们院长当不好，我们的老师也走不很远，我们一个讲师、一个副教授怎么改变掉？你可能走太远，所以这些呢，我觉得有很多研究的机会。诸多方面研究是不是被忽视了？我今天就回答这个问题。你看看期刊都刊登了点什么东西？那些东西你看看哪些在关注目标、规格、课程体系？没有几个的。这些文章写的特别少，也就是我们院长、主任、教研室主任等等老师们这些事儿，我们忽视了。我总觉得我们搞外语有什么研究课题？这些全是研究课题。但是我们得做有心人。能不能有机是不是机遇？我认为当然是机遇。说到外语教学，咱们在座的一线的老师特别多。我们经常说外语教学干什么？我们可能关注自己的培训、语言词汇、语法、听力、口语、阅读、写作。我们一般老师关注这些事儿特别多，可以。但是这个层面啊，都属于外语培训层面。只做这些事情和培训机构没什么两样，和我们大学呢有点丢份子。该改做，当然该做，但是仅仅注意到这点还不行。所以呢，我们外语老师还得继续思考更大的事儿。除了外语技能，还有外语知识呢。那语言知识不懂，那语言能讲好吗？你讲不好的。仅仅关注语言知识、语言技能，这个外语能力
沟通能力这些事儿没有做好，你仍然不能让学生从此发挥作用。未来做好，我画三个圈是你一组的，这些还不够。外语技能、知识能力，其实在这一块儿，传统的老师们只是关注听说读写、吟词会法这些事儿。再往下想一想，我们的学生啊，还是知识呢。一路上，我和齐主任呢在沟通，我们的外语人之所以走到今天，之所以被诟病，之所以我们在高校被重视，在大外部存在的问题，都是外语的原因。在其他学校，外语是被受歧视、是被歧视的，你是被边缘化的，听只是没你的事儿。为什么？我们外语人缺知识，你别不信，包括常老师在内，我们懂得太少了。你想想当年的高中同学，人家走向历史、物理、化学，谈专业你能谈吗？你谈点外语人全懂。为什么我们今天走在走到今天的地步，是与我们自身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得有知识，我们有能力，什么知识？什么能力？我们外语表达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思辨创新研究能力。我们没有跟上的话呢，我们走不远。除此之外，我们的外语老师还有学科知识、法学科知识。我们懂得太少，我们懂得太少。您看看过去西南联大那些本科生在学什么，老师当然也跟上。除此之外，最近又在课程思政吧，就在谈人的培养、价值观、三观、教育、道德品质、价值情怀、国际视野、合作精神等等等等，这些谈不到，我们也有问题。你的学生肯定要出问题的，你也要出问题的。所以呢，必须知识、能力、素质，我们都得关注到。这是干嘛？这叫外语教育。大家注意，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全叫外语教育，绝对是外语教学，更不是外语培训。今天呢，我传递这点信息呢，大家意识到我们可能要出问题啊。说到这些，我们外语老师在走啊，包括我们未来培养学生，经常向那个专家说，走着走着发现自己走不下去了。为什么？我们本国语没有过关。我的恩师王文培教授，他可不是仅仅开发教材，他中国典籍英译做得特别好，老子、易经、诗经、魏晋南北朝，我来到大外正在做这些事情。这是我的老师，特别雄厚。之后他在学外语，接受外语教育，所以他走得比我们都远，他走得好远。但是呢，仅仅这些我觉得还不够。我们今年又出现新的学科——外语教育学，这是当然基于这个外国语言的教育、外国文学的教育、翻译学的教育、去国别研究叫去国别学教育、比较文学化文化这方面教育，当然还有其他的。刚刚出现的学科外语教育学都要研究这些事儿啊！你不研究，那我们就走不很远。这个大圈加在一起，这叫外语学科教育。在座的老师们，我们要接受系统的外语学科教育，对学生也要有这方面培养的意识。所以刚才我说外语教育叫什么呀？外语教育也不是外语的教育，它是涉外教育，它是外语学科的教育。不想到这儿，我们走不远的。说到外语教育教学这些事儿，我们有没有机会？常老师认为机会特别多。机会哪来？成天我们在上课、备课、批改作业、课场辅导、实习指导等等等等这些事情，我们也知道有个毛病，毛病是什么？我们太忙了，课太多了。有的老师，我什么时候做科研？哎，你问了很好的问题。我能不能当教授？能不能当副教授？能不能当学者？很好的问题。教的课太多，影响我，我就不在乎。我们本来说在走到大学是挺快乐的一件事儿。哎呀，我是大学老师，现在我听到的太多的事情了。大学老师不好当，大学老师怎么样，太卷了。我说变成抱怨的这么一个原地了，这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这儿困境有没有？我们有，教课太多，我们基础等等。你说我们普遍的外语老师，以前就是本科毕业，现在硕士比较多，博士比较少，学历层次比较低，在学校受歧视，很正常。因为你的学历层次没达到，学术还做不好呢。教学任务重，时间紧，管理这方面搞学科建设，我们大外要做的，你正常的外语系要做的，专业建设、教学科研这事儿的的确确很多，我很忙，那个张校长也很忙，忙得不得了。所以呢，现在我是一说，哎呀，
到退休年龄了，我高兴不得了，不得了什么？哎呦，终于可以静下心来做些小些事儿，做些事儿。以前太忙太忙了。我说那困境啊，老师在抱怨，我周围啊听到了抱怨的，到其他学校也抱怨。你换一词，抱怨的时候就有机会，抱怨的时候就是科研来了，你有机会可以做科研了。为什么说这是机会？是我们成天在那一课上课，你懂要学，教学班特别多，人特别多，见到各种各样的学生比较多，有让你快乐的，也让你不高兴的，这些全都是机遇。太多的教学问题需要解决，太多的管理问题。今天我和主任们、院长们一块说出问题，我们呀一起来思考。管理问题是我们可以做研究的。说到这些呢，我再给大家谈另外一个方面：教学研究从来没有国家，我们在座都是大学老师，我们知道很多很多的教学方法 ，grammar translation method、direct method、audio lingual method、CLT、Statistopedia 这么多的教学方法哪儿来的？在国际上很流行，都是从教学来的。我说这教研同频，教研它是共振的。你教学生是忘了科研，肯定要出问题；做科研忘了教学也出问题。你飘起来了，不接地气了。大家看看什么直接法、听说法、情景教学、交际教学、内容依托教学、多元智能 （project based learning）、Learner-centered learning， 这是国外的理念，国内也有啊。文秋芳老师的产出导向，我们也有傅先生、张文忠的，还有是多后续学，是黄树明老师的，甚至常老师呢也都难提出一个理念，一会儿咱们交流。所以这个哪来的？都是和教学相关的，都是一线出了问题。语法翻译法解决不了听说的问题，马上出现了直接法、听说法。听说法发现呢，听说可以，但是交际不行，又出现交际教学。所以这些都是基于以前的问题，出了麻烦，出了问题，最后呢，我们改、调整，新的理念、新的方法出现了。咱们国内一直在做探索的，包括北外60年代呢，探索听说教学，80年代广外推进交际教学，80年代咱们还出现复合型人才培养。近年咱们中外啊，我知道大家在做天津说、全英语、双语、慕课、翻转课堂，刚才张校长谈大外的翻转课堂等等这些事情，它其实都是有问题要解决，要解决我们教学当中的问题。哎，我就想招、想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怎么办？那大家就想，我说做后续学产出的当中也都是从问题来的。赵文这个主任今天来啊，我特别高兴，他是大学外语教学这里的开路子，他是主任的，所以这里面他在关注我，特别高兴自豪，因为大外毕业生，他是走出大外就拿到了国家层面的这个教学成果的，那了不起的，他就是从教学开始干的。所以一会儿我说我要介绍一个典型案例，我身边的一个案例。那大概呢，从2006年做了一件事，当时叫什么 CBI， 全国都知道常老师做 CBI。其实呢，再说常老师做 CBI 之后，常老师做的 CLI， 内容语言融合的这么一种理念，做探索、做改革、做的这个事情。我给大家再讲几个例子，大家知道一线明星，这位明星我也让你关注，王慧珍老师，广外的。他就是普通老师，和你一样，他教了一门课，教了语音课，就一门语音课，他开发了文教材，成为国家级规划教材，成为那个人大代表，成为的那么那么多的荣誉。他就是一个老师做出来的，他就是大学教员，和你我没有什么差别。我觉得我们在座的各位老师，我们是可以做事情的。另一位老师大家知道更多了，王楚明也是广外的，他推出读后续写，现在叫序论。大家看看当时他写文章写什么？84年写文章，高考的性质，还有英语阅读理解、医学数学，想来想去这事儿，我们哪一位老师没关注过？但是遗憾，我老师不动笔，但人家动笔，做来做去，多方去学，想到医学数学，就谈到一种理论叫许论。这是老师，我觉得做到这里，我们是学术大咖，又是科研，又是考老师。另外一个老师更熟悉吧，温秋芳老师，产出导向，现在呢火遍大江南北。但是呢，你看一看文老师的经历，有一本书，他有一个自序，让我是深受感动的。他的起点比我们还低，在中师里面，在中文专科学，不是
中等的一个学校，教过书的，当年你做学问研究，学习成功者不成功者，传统教学非传统教学，就研究这些事，全是我们每一个老师关心的事，做来做去做到他的产出导向，做来做去他关注国家能力原能力。现在作为国家，我们顶牌的这种大学者，那就是和我们一样做的这个事情。王守仁教授大家也知道，那是搞文学研究的，但是你别忘了，王守仁教授啊，始终没有忘记教育教学这些事儿。在文学论文的同时，他发了很多很多教育教学的。我说这是真学者，他没有忘记学生，没有忘记人才培养。他之所以厉害，不是仅仅因为他文学厉害，而是因为他人才培养有自己的思考。我觉得干的是正事儿，我特别的尊重他呢，是国家级名师，他也是学术大咖。这是给赵文教授一起工作。徐锦庙老师最近也特别火，是吧？他发的文章200多篇，在哪儿发的？你看看当年他发的文章，自主学习模式下大学教授的角色，什么学习自主等等等等等，发的文章还有外语教育，这也不是 C 刊，也不是合刊，人家就一点点写呗，慢慢慢慢不写成了现在全国知名的教授，二级教授，全国没有一个二级教授的，二级教授在上没有一级教授，那也是最顶牌的。哎，我说做这些都是从教学一点点开始做的，这些事情呢，我觉得他们做的都是正事儿，因为既做了自己工作，也培养了学生，把自己发展起来了。我说做的事是可以，有人说你们做这些事情算下三滥的事儿，全是土掉渣的事儿，是不是可以？我认为是可以。学科建设怎么不是可以？影响到每一个人，专业建设、校外的改革、复兴人才培养。包括现在新型的建设，全部是学问的。有的我们知道喊喊口号就过去了，有的人要爬起来要做事儿了。所属的学科叫什么？以前我不知道。它属于应用语言学，也属于教育教学。大的呢就是语言学，现在呢我们属于外语教育学。哎，天伟教授来了，这就身边的学者，王文斌教授，我们一起在推这个外语教育学，现在已经成为国家名正言顺的一个学科，就是我们的学术家园，所以外语教学都是我们的学科归属。你在其他领域那可以属于教育学，在我们的领域是语言学，现在独立的外语教育教学。前面呢我谈大家，他们是我的偶像，从他们上学了很多。我说今天不是学术讲座，我就和大家聊天，聊聊我个人经历的事，感触到的一些事儿啊。我说呢，和大家相比，我挺羡慕在座的很多老师，因为我没有直接上大学，能上大学，但是没上大学，先读了个师范学校，叫中师，培养小教，后来又二次考大学，进的也是个专科学校，仍然没读本科，所以到大外我特别向往大外这个学校，因为太牛了。到这儿之后，看看周围的人，应该比自己的背景要好。但是呢，我就觉得这一些事儿啊，一个是很想不通的。79年，我认为是可以上很好的大学的，为什么没让我上大学？到现在我不明白。但是呢，这些经历终于我明白了，让我体验小学、初中、高中，2年制的专科学校、公共外语教学、外语专业教学、本科、硕士、博士，我全体验一个遍。哎，我觉得也挺好，终于我想通了，我了解了各个层次的教学的情况。当老师就从小学教员，太行山下的那个小村儿啊去教数，后来说不行，初中没老师，我就去初中当英语老师。说不行，高中还没英语老师，你到高中来。哎，这么一来呢，把中小学这块经历了，一直到后来这些事情啊，当然后来呢读了师专，又有机会去北外念书，去北大念书，所有的一个事情，我觉得都在丰富我的教学经历。我说科研哪来的？我认为这就是个宝贝。做老师当然一点点做，做到教研室主任，做到院长，做到什么呢？科研处长。其实科研一直我没惦记的，一直在惦记的，我想校长负责的这一块儿，教学怎么搞？哎，里边有几个关键词，今天我想特别和大家分享。第一，老师一定要有问题，没有问题你走不远。我最大的本事一定是要先找到问题，没有问题没办法做科研，还别忘了学习。我一会儿说，别忘了思考，别忘了质疑。比如说，常老师说的对，李老师说的对，不是。别忘了探索，别
别忘反思，别忘提升。今天我所谈的关键，就围绕这几个关键词来说。说到做项目，大家现在呢都觉得，哎呀，应该做项目。对，我也认为应该做项目。有这几个月段，常老师做的项目，就从学校的教改立项，我念念不忘教务处，就因为当年教务处开始教改立项，他叫大班教学，好了，我就申请这么项目。结果这件事儿一走，觉得事儿越来越大。原先做项目，起个英语专业，大班教学，我就题目，当时觉得挺好，后来就不提，不够聚焦，不聚焦一些。后来到了省里，竟然得到省里的支持，这是一开始做项目就这么经历。再后来很多地方，哎，做了项目，再后来想的事儿就是外语专业这些改革。今天我看专业比较多，对不起大家，因为毕竟这边呢，这块做事情呢，经历的比较多。通过这些事情呢，我来想做一些事情，就解决英语专业听说读写课的问题。后来觉得不行，一二年级课解决了，三四年级课又通过学校的项目、省内的项目、国家项目解决了这块的问题，还解决了一件事儿，哎，那就是毕业设计的问题。我想校长我们在一起都唠这些事儿，还解决一个什么呢？去国别，大家现在使劲谈去国别学，其实我们早就开始了，甚至可以说2006年就开始了。一会儿讲为什么说开始。教育部的项目解决的是去国别学专业，从来没人谈这件事儿。唐老师提，必须要有去国别学专业，因为有了学国别专业这是怪事儿。说到唐老师呢，早期我刚才说问题，你必须有问题，还别忘了学习。我为什么谈这件事儿？感触特别深。我师范毕业，读了2年师范，就去教中学、小学，我好多事情不懂啊！你看看，问题太多。语言环境问题、母语使用的问题、雅思英语的问题、老师在那儿上公交写问题，所有在我看来都是问题。但是呢，我不会研究，教学理论不懂，师范哪儿找这些东西？研究方法不懂，写论文不懂，做研究也不会。我说一个大大的叉子，写个 X 啊，其实个叉子，真的不懂。但是有一点还算是比较好，比较大的优点吧，我觉得还算比较勤奋，不懂咱就学呗。我还搜罗资料。照猫画虎，看看别人怎么写文章，写的文章现在你觉得要笑笑话唐老师的。唐老师在中小学发文章，我真在中小学发文章，照猫画虎学的写文章，看到了几篇，我背后写的更多，还有一位发表的呢。但是呢，这些恰恰是锻炼我，哎，知道让我怎么去琢磨写文章这事儿，怎么写的更好，从小文章慢慢写起，后来发现能写大的文章了。大家知道99年啊，在座的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99年大班教学开始了，这种规模的教育开始了。怎么解决？大外我们老师帅输了，没法教，一个班15个人变到30个人，变到40个人，没法教。那你抱怨有什么用？校领导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必须得加大班级，必须得让更多的学生接受教育。所以常老师心态比较好，我说呢，解决问题。谁能解决这些问题？我是认真思考，主动探索。但是呢，当时也出一些书啊，那都普及性的书，写文章也是不太会写。后来终于到了 C 刊，我们知道外语教学、外语界这些属于好期刊的。但是呢，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点经历，就这么好的文章，国内认为这么好的文章，在英国遇到了滑铁卢。到英国访学的时候，人说唐老师能不能交流一下你的研究？我说研究什么？我还刚刚到这儿，还没开始研究。他说能不能把以前的研究给大家交流？这就是我进 C 刊的那篇文章，很多专家都聊的文章。到那儿之后，在人看来啊，不行啊。问说你大班教学，你教学质量不错，到底是谁好？是好学生越教越好，还是差学生越教好？你拿平均分来说事儿，到底是你一个班是平均到了80分，还是有人得了0分，有人得了100分？这些当年我全不知道，这叫什么？这是研究方法的问题。很多研究方法的那个什么呢？什么哎呀，那个什么研究方法一些具体的指标，到底怎么去保证？我们只知道专业的四十八级，那很厉害，但是呢，信息效率怎么保证？我全不知道。所以呢，遇到了滑铁卢。在英国的时候，我一定要解决研究方法的问题，这是给自己下定决心，一定要在英国，我一定要在我一起发文章，接受别人检验。所以呢，
在这儿呢，因为我访学期间确实解决问题，在国际期刊也发了文章。再后来回国之后，就思考我外语专业，听说读写没完没了，四年总干这些事儿的一个问题。但是呢，你得有理论支撑，说这么课程单一，全国专家都在谈这件事儿，你为什么单一？你得思考这个事儿。当然，我在琢磨一件事，是我们把全国的搞死了。你全国一个大纲，必须按照一个大纲来，你就不是大家天笑一面吗？所以想想这些事儿，后来呢，系统的设计，做改革，最后呢，从学校项目做到国家项目。我说这些课程在座的都知道，听说读写65%以上，专业知识教学很少很少，相关专业知识很少很少，就这么培养学生，还不出问题才怪呀。今天我敢说，因为大家现在已经形成共识，就是过来的有问题，我们就从问题开始。问题开始不能瞎来，你得看有没有根据。那我看看过去，看看国内国外，民国时期在怎么教学，民国在这么培养本科生。大家看看这个课程，我们已经读到硕士博士，有些课程恐怕今天也没学到。这是文学文学史、中国文学史、罗马文学史、什么元宵家文等等，这是本科生啊，这是100年前。北京大学怎么干？他们搞文学、散文、诗歌、戏曲等等等等，是这么文学特色吧。再看看北大后来改革，断代的文学也开始开了，我们研究生也没开到。西南联大说培养了很多人，你看这些课文学特色特别鲜明，而且还开生物学、经济学。1938年给英语专业开生物学、经济学，绝对是世界顶尖级的学科，进了本科的课程。我到南大教育南大分，当年学生是从其他专业往英语专业跑，现在倒好，我们外语专业的主任使劲往其他专业跑，一定是我们课程、我们教育有问题。所以这些啊，时间有限，我没办法和大家更多交流。我们当今的香港中文大学怎么开课？接近100门课程，里边没有听说东西，没有听说东西。但是每门课又不是听说东西。所以这里面呢，你会得到很多的启发。国外还有很多，没时间和大家交流。但是看看这些呢，我就觉得我们心里有数了。我们过去再怎么干，它是教内容，现在我们在怎么干？大学外语、英语专业、外语专业，听说都写没完没了。我这样说的是，你别觉得可能在座的觉得啊，唐老师赞同你，学生听说都写还没过关，是没过关，但是没完没了，永远那么练下去，学生干脆连学都不学了，不感兴趣。你讲东西，人家不感兴趣了。所以呢，其实是两种理念、两种思想，最后导致这种结果。那进一步的改革探索，当然有一点思想，要改课程。要改课程，整个教学要变，所以这么来呢，我们在思想指导之下就开发了新的课程，新的课程再也没有泛读了，我们就是美国的、英国的等等的课程，系列的课程，在我们英语专业1年级开始开设，这不是到3、4年级，1年级美国的系列的、英国系列的、澳新加、欧洲文化、法国教育，我们在座都是外语专业的，可能到现在也没学到，因为我也没学，但是呢，我们现在学生。从1年级开始学，怎么样？是不是影响到听说读写？影响了，但是这个影响是积极的，学生反而听说读写发展得更好，奇怪不奇怪？以前是为了听说读写而听说读写，学生烦了，现在呢，让他学知识、学内容，依托这些训练听说读写，他反而更感兴趣。我们采集了很多数据，也关注48级考的还是蛮好的，虽然。没有，从来没达到过100%，因为历史上大概从来没达到过100%。赵文这个院长他们在我学校学习也没达到过100%。因为大外的学生主要了解的是什么？有的太差了，有的80几分就进了大外，80几分150分，80几分不及格。所以，但是呢，我们在改革之后达到98%以上，超过全国专业外语外语接近20倍。所以各方面的数据让我看到了一个趋势。语言知识没受影响，语言技能没受影响，收获更大的是人文知识、学科知识。我们尝到了甜头，开发了课程，我们干了3年就拿到了国家级教育成就奖、省级教育成就奖、校级教育成就奖，这些教材出现了，老师们的信心就来了，都是团队一起在做。学生就在问了，老师，我们高年级学什么？我说又是问题，那咱们解决高年级的问题，高年级怎么开课？咱们知道。英国文学史、美国文学史、
高铁女这些我拍了好多年，现在不一样，现在我就是诗歌戏曲散文长篇短篇，从三年级就开始了，其实从第二年级就开始了，语言学开了 一系列的课程，这些技能课程，但是高端的课程，这些课程改革之后怎么样，我也在关注专业司八级怎么样，这些数据都是蛮好的，没时间仔细读，学生都表达能力怎么样，也是表现很积极的，再有跨文化怎么样，也是实验组表现要更好，思辨能力怎么样，所以吴教授实际在谈，我们也发现改革之后有了内容思辨更好，这是我们得到的基本的结论，也发现学生综合素质要更好了，外表大赛都是实验组代表大南一个大学出去参赛的，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开始通过这些研究最后推出我们的课程体系，我们每个学校都在做培养方案，我们的课程体系就沉淀下来的好的课程，学生接触的课程，我们认为应该在专业的课程，这是沉淀下来的课程，从2013年到2018年到现在，核心课程都在，它是经过研究来的，不是很多学校拍脑门安排课程，后来又出现了更多更多的成果，论文也好，包括我们的教师的发展，那不是常老师一个人发展，我们整个团队在发展，校级教师名师我不是8个，应该是更多了，我想校长应该知道我们现在8个9个，因为更多的校级省级的名师，国家办公计划，当然大家把我推上去，反正都是教学里自己做教师会的成长，开发的教材这是出了，这是一个全国外研社要这套教材，外教社要这套教材，北大社也要教材，内容研再怎么压这套教材，这是区别别，再加上传统的综合英语也变了，不再仅仅是练点词儿语法，有内容的，从一年级就以最优秀的文本在熏陶学生，美国文学经典作品从一年级一学期开了，那叫综合英语，一说就是提高他的语言能力，这听说也有内容，是对象国的经典电影，阅读教程，长篇、短篇、诗歌、戏曲、散文，这是在搞阅读。其实上面很多课程都能提高阅读能力，翻译啊这些教材也出现，包括现在口语，出版社经常说口语，其实我更看重的下边的副标题：沟通与交际、演讲、辩论，这才是我们那个教材更核心的东西。包括一个语音教程，你以为只是教语音呢？我们是依托优秀的英语诗歌来提高学生的语音。这个面貌改善成语音面貌，也就是说那些 make take take 到大学还给学生训练这些，我说侮辱大学生的智商，怎么干，教诗歌熏陶他背上一首，读上10遍20遍，将来永恒的要留下印象。后来呢，连续就是国家级的规划教材、省级规划教材、省级的这些优秀的叫成果奖等等一系列出现了，专家们后来觉得这条道是一条道，全国的专业应该走这么一条道，所以现在的国标指南就有我们大概的思想，内容语言别再增加了，写进国标，写进指南了。刚才我说，你说一个普通老师能不能改变？能改变，不仅是大专家们做的一事，我们的思想被接受了，最后就成为国家文件的一个组成部分。后来呢，做第三个国设和这个国家重点，解决什么？看看2017年我们干的事是欧洲、北美、拉美、亚洲、大洋洲、非洲英语国家研究，针对一个州，我们又开出了美国研究、加拿大研究、爱尔兰研究、英国研究，开的这些课程，做了第三个国设科。大家知道国设科，我们学校说这些不能进国设科，当年有领导就这么说，这些肯定不行，结果一报就中，什么意思？你做这件事有意义。我们教学当中你挖掘的选题有意义，我舍得就批了，连续批我们3个都在做，所以呢这些课程一来了之后，最后我们也在思考这些事儿，我们做的这事儿到底是什么，到底是北美的 CDI， 想来想去不是，反思提升，最后我们提出了一个既不是 CDI 也不是欧洲的 CLIV， 它是我们中国本土的内容语言融合的种理念，叫 CLI。 我的导师王荣平教授说应该叫常识教学，常识教学法，我说别那么狭隘，咱们就让大家都能看到，国内国外的人看得懂到底是叫 CLI，
我是对他做了个鉴定，文章里专注里对他做的鉴定，没时间仔细去分析那些，但是就是一个新的思想内容语言变增加，培养的人是知识能力素质都具备的，不仅是培养语言，也不是学点知识就拉倒，我要培养一个全人，促进一个基本的思想。后来呢，通过这里面梳理我们六大关，这里面牵涉到怎么育人，怎么开发课程，怎么去教学，怎么开发新一代的教材，怎么去测评，专业四级八级测不了我们的学生，公共外语的四级六级也测不了我们的学生，因为要考知识，要考能力，考素质，传统那些考试全测不了，我们得有新的测评手段。我们也知道有人学生那个考得挺好，到社会上要玩不转，为什么？我们评价学生手段不行，同时呢，涉及到我们在座的每位老师，你传统听说都写那么一点点东西，当不了未来的老师，将来失业的一定是我们。所以呢，在这种几大关的指导之下，我们去做这些事情。后来呢，整个去国别，我们刚刚出了一本书，叫《英语专业去国别研究课程探索》，全国都在咱去国别学，实际还在喊口号呢。我们就觉得踏下心来做事儿，一做项目，写出的专著，结识的。说了这么多呢，我想啊，今天呢在座的咱们到底这条路怎么走？我觉得我们外语老师最大的优势就是教学优势，教学实践经验特别丰富，你千万别忘了自己这点财富。从教学实践当中发现问题，思考问题，探讨问题，阅读文献，提出改进方案。你别总抱怨，你要有自己的办法。你说张湘这个校长干的事不行，那怎么行？咱们来一个可行的，得有方案。最后呢，我们还得有设计，系统的设计，采集数据，分析数据，得出结果，最后先改我们的实践，让我们教师先做好了，学生先受益，同时呢，我们自己肯定也受益。这时候呢，有可能还出现我们自己的理论。这是我认为我们在座各位老师最能走、最好走、最能出成果的一条道路。有没有一点儿道路？有，这条道路，这是读博士的老师在座，一定也读博士的。他们在学校拼命的读书、学理论，在理论当中发现问题，最后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往往都是完善理论和实践还有一大步呢。当然，我们在座的读博士之后再做教学研究，你更有优势。但是呢，我特别想说的是，在座的能做的科研，我们这个路径啊，真的是最最现实的路径。我在座呢，有很多就是硕士，甚至个别的人可能还有本科学历呢。我知道我的同事有，那你要走这条道路，你走不通的，基本上死定了。但是这条路我们可以走通，这条路那就是天文教授从走的路。博士，哎呀，储备很多，最后呢走向岗位，之后呢还要解决什么问题，那是那么一条路。后边呢，我快快的说，那就是呢，还做了一件事儿。这国强处长当时啊，校长，我们一起都在琢磨这些事儿，琢磨什么事儿呢？在座的一定有体验，就是毕业论文的问题。我们当年的大学呀，论文把我们搞死了，把老师也搞死了，烦死了。抄啊，很多学生抄的心烦呢，没法干这事儿啊。有的人干脆找人代写，我们都知道这些事儿，怎么办呢？到底谁让我们这么干的？能不能换一种方法？我们想这件事儿，追来追去，谁让我们写论文的？结果追到了大纲，大纲让我们写论文，很有意思。我继续往外追，教育部没说让我们写论文，说有两条路可以选，既可以做毕业设计，也可以搞论文，搞到这么一点儿。后来看看美国怎么样，美国早就这么干，平时人家练学术，但是毕业的时候未必让要求写作文。美国看看咱们近邻日本早就不怎么干了，人都有形式。韩国90年代以来人就不再要求硬性要求学生写作文。你看看，反过来中国拼命的搞论文，我想处长在那儿，你们这个格式规范，我们都干过这些事儿。有事就发现这事儿好像要求太晚了，怎么干？我们后来呢，大外在一个原因这么干，多种形式。可以写学术论文，有要考硕士博士的是吧？可以搞翻译，搞实践能力很正常啊。可以搞文学创作，可以搞英语视频，还可以搞项目研究报告，用英语来撰写。你
平时发表的作品、翻译作品，我给你算总账，最后你可以写论文，直接写个反思报告，直接毕业，都允许，六种形式。最后发现，学生精神头来了，干哪种形式他自己愿意干，抄袭的现象基本上我是见不到的，反正是你干的全是自己选的。最后发现学生情绪要好，压力不小，但是情绪很好。最后学生做出视频，他们可以推荐我们大连的西海广场用英语，可以讲我们的什么宣县庙会，可以讲什么呢？这个从非大连演员 ，Cultural Time 十几分钟，他做大连的视频，把我们辽宁的红海滩，把辽宁的很多景点拍成视频，用英语自己搞解说词，英汉字幕自己拍摄，自己给他推出来，我们觉得也蛮好。学生搞文学创作，诗歌写出十四行诗。写出了短篇小说，一位学生说：“唐老师，我想写长篇小说。”我就想，这一些学生人数虽然不多，将来他肯定要讲成中国故事了，他可要生动地讲述中国故事。这是同学做的，后来进入《中国日报》向海外推广。这是个本科生写的什么呢？写的是新疆的冬宰节。他做成视频，语言也特别漂亮，画面自己拍得很好，花多少力气。他不敢说遗憾吧，做出来之后，那教授里的专家，我们在专家群里一发，这才是我们该培养的学生。结果赶上新疆被人抹黑的时候，《中国日报》也推出去，哎，竟然成为我们四年级同学能登上这么高的平台。这是学生写的十四行诗，写的诗，好不好？大家看看，常老师给你写出来，学生写出来了。学生的毕业形式呢，我们这么多年就延续下来了，整体的效果。我们敢看到的光明，这才是学生愿意干的。哎，我们感觉老师也很累，但是愿意辅导这些学生。学生的文学创作，搞的诗歌短篇小说，我们给你做成集子；翻译的优秀作品，我们给做成集子。哎，学生从本科就开始发论文了，这些都是感觉到一些积极变化。我们学生研究是干嘛？你给我研究现实问题。哎，后来呢，我们知道国家的国标品牌也变了，怎么变的？毕业设计有。演化与我们这儿密切相关，因为主任孙东教授刚才说，论文还是要写的。我说孙校长，你能不能到大概到地方学校看一看？需要提高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研究能力，研究能力只是能力之一。哎，这么来呢，最后大家接受。今天呢，我觉得我也特别感谢咱们这个复旦社呢，让我接起王校长这个旗帜，重新把这个教材。再进一步的开发课程思政，那不是内容吗？那不是内容语言融合吗？大家看看里边的主题 ，culture life, love, huma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等等这些主题都是从现实密切相关的，而且在背后我也知道编辑团队啊做很多努力，编辑团队都在搞数据做研究的，研究什么？学生喜欢哪些主题？学生喜欢哪些方面？最后选主题，最后开发出教材。和学生很近很近，这是我喜欢教材的重要的原因。这么一来呢，既有内容主题，也有语言训练，也有课程思政这些内容在里面。我就觉得现在我是在育人。你们可能不知道，常老师今年还开发了一个义务制小学阶段的英语教材。就像上面我提的这个词儿，这是干什么？这是一种责任嘛？我就觉得。给了一个责任，现在我说了，唐老师，你现在在搞教材，你是往火坑里跳，大家知道吧？教材开发现在事儿特别多，是不是？容易出问题啊，容易自己可能栽在这儿，谁在干这个？你真的是担着风险，但是我就觉得也是一份责任吧，尽你最大努力把咱们教材开发好。小学，咱们别以为小学里面没有科研，这也是科研。大家看看里面主题，从小学就在讲。Let's go green， 这是环境问题吗？他在讲什么 ？My rules， 你要讲规矩的，是不是讲到这个国家的对国家的爱，对家庭的爱？我就小学就在你那里了，别以为读小学就是教教书说读写那些基本技能，不是的。所以现在呢，做这些我就觉得反正是一份责任，一份信任在里面。所以最后我和大家交流一点什么呢？我说如果说有点吃亏，大家关注现实。别去搞那个虚无缥缈的科研，我们每一个老师都要发展，从讲师到教授，副教授到教授，或者最后成为优秀的学者。我们要关注现实问题，
哪些现实需要我们先去第一点，我想说的，我们还在进行探索，不要进行抱怨，我们还在学习，我们外人欠缺的特别特别多。那个李华，咱们总编啊，人家是搞其他领域的，你们刚才感觉到人谈教材谈头头是道，对教材开发这些非常明白，他管的事情很多。今天重点跟他们谈教材出版这一点事儿，谈的我就特别特别清晰这些事情。他们本来基础比我们就好，我们外人不懂这些的，很多领域知识不懂，我们要学习，学习研究方法，这个短板必须补上，你才能做好科研，弥补我们自身短板。再一个呢，要培养智人的品质。别以为常老师说就是对的，李教授说就是对的，你一定要敢于质疑。我是当年不敢说大纲有问题，直到今天我才敢说有问题，因为大家都终于认可了我们里面的的确有问题。好了，你质疑他，你才敢干点新事，提出破解方案，你得有招儿，有方法，系统的探索，你要有根有据的把这些事情都做透。我们做项目，我是要跟全国专家有交代，我要跟大外也有专业的老师也有交代的，所以这些呢，老师在看你好不好，他参与不参与，他一定的在盯着这些事儿，也要重视反思提炼。我们很多老师做了交给项目，我们就把它放在那儿，特别可惜。往下再走一步，提升凝练出自己的思想，让教学和研究持续的互动，为了学生好，助力学生发展，也是我们的资源，把资源用好，最后促使我们每一老师成长，让我们教学的这批人，我们老师，咱们的同行们，包括学生，他们一起进步，最后促使我们学院的进步、专业的进步、学科的进步。不对的地方呢，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常教授哈，AI 的发展呢，给外语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也使我们大学外语教师面临着巨大的困惑。常教授呢，以自身的发展为实例，告诉我们如何在新的时代下寻找研究的机会，告诉大家呢，如何在具体的工作当中进行研究。他告诉我们，外语不仅仅是教学，更是涉外教育加上外语学科教育。我们外语老师面对学术困境，要把学术转成机遇。那同时呢，只要告诉我们，只要踏踏实实做事，以研究问题为驱动，带着问题去做研究，做好学习、思考、质疑、探索、反思、提升，那我们最后一定就会有收获，也会有成长。常教授的一句话呢，给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说，只有把我们自己培养好了，才能把人才培养好。所以呢，我建议大家以热烈的掌声再次感谢常教授，谢谢您。